人叶某宝。叶某宝是安徽人，今年31岁，在龙华区某工厂工作。采访时，记者发现犯罪嫌疑人叶某宝是一名听障人士。通过手语交谈后了解到，11月2号晚上7点多，他途经建设东路人行天桥时，对小王起了歹心。然后另一只手就是在下面，可能试图掀我的裙子什么之类的，我当时意识有一点模糊。然后他在我身上留下了一些那个他的残留物，过程大概有至少有1分钟到2分钟，因为天桥上可能随时有人上来，他也不敢时间太久。他说他当时是觉得她漂亮，所以想玩玩。见到美女都想多看两眼，可是叶某宝啊却告诉记者，他看见漂亮女孩时啊，这腿脚可就有点不听使唤喽。被他以前的一个女朋友骗了钱，然后心情不好，走在那个天桥上面，然后刚好遇到受害人走过来，他觉得那个受害人漂亮，然后就当时没想那么多，然后就扑上去。殊不知他这么一扑啊，招来的却是法律的制裁。案发后，油松派出所派出了数十名警力，2天没休息，在附近多个社区和工厂明察暗访。昨天下午1点左右，他们在案发地点附近的工厂发现了犯罪嫌疑人叶某宝，并随后将其抓获。我们通过结合视频追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、进出厂的记录，排查出了一名嫌疑人的身份。抓到该名嫌疑人之后，其对猥亵的行为供认不讳，目前该名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。小王说，得知犯罪嫌疑人叶某宝被抓获的消息后，他马上来到了油松派出所，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指认。非常感谢警方这么快就抓到人了，因为这个人他的暴力性、危害性非常大，如果不尽快抓住的话，他可能会再次犯案。我现在随时随地、每时每刻心里都有阴影，我只要在外面走路，我都觉得后边有人在跟着我，晚上是睡不着觉的。叶某宝说，他也想借助第一现场这个平台向受害者小王进行道歉。现在他做错了，他对不起，他头脑不清晰当时。既然犯罪嫌疑人已经缉拿归案，那么几天前小王公司女老板悬赏的50000元奖金，那又是否能兑现呢？记者随后拨通了小王公司负责人的电话，但是对方以不方便接受采访为由挂断了记者的电话。